Testing，Testing， 现在有网络直播吗？这个场景看，大家看荧幕，好漂亮哦！哇，好美，好美哦！那真的能够来到西雅图哦，来见师尊的，拜访师尊，能够来到彩虹雷站，是这个先进的地方，不可思议。我们住在这里，每一天呢，它那个景象都会，一天的时间，你坐在那儿，它一会就变化另外一个场景的，真的很漂亮，很漂亮，很美。我们谢谢影音组啊，还有谢谢我们这些资术人员啊，一直在练习，一直在精进进展啊，学习不同的那个拍照摄影这样子，很感谢他们影音组。哎呀，秉强师兄你去哪了？在网络上跟你打声招呼，跟美丽。今天是红财神附魔，那个咒音音乐都是很快乐喜悦的。那刚好我们这个飞机师又开始启动了，拍摄整个山庄，哎呀，好开心哦！真佛宗美国西雅图彩虹雷藏寺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主坛红财神护摩法会，与会大众请起立恭迎真佛宗创办人无上法王圣尊莲生活佛，与会大众唱诵莲花童子心咒。
顶礼坛城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诸佛。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引，二拜诸菩萨。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引，三拜诸护法金刚。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引，四平等一起手。恭请师尊一步到展视频，接受众线上的众弟子问安。好，阿弥陀佛，大慈大悲，我就是九九九。阿弥陀佛，大家好，好，师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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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生法王座。
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加持主持者及功德主表格。敬献哈达，一会大众虔诚合掌，请释莲传上师代表一会大众向法王圣尊莲生活佛请法敬献哈达，以表最崇高敬意。红财神波摩法会开始，观想真佛中传承，南无大日如来，南无佛焰佛母，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莲花童子，南无莲生活佛，观想世尊以诸佛菩萨注定法光加持，持莲花童子心咒七遍，嗡咕噜莲生悉地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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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四无量观，观想行者自身的左手边有父亲及父系亲人。行者自身的右手边有母亲及母系亲人。后方有恩人师长亲朋好友，前方有冤亲债主，四周有六道众生团团围绕，同修密法共成佛道。做惊醒手印，念清净咒及安土地真言：嗡修利修利摩诃修利修修利娑哈，嗡修多利修多利修摩利修摩利娑哈，嗡瓦热拉旦呵呵吽，南无萨曼多摩多兰嗡多罗多罗德维娑哈。念招请咒：嗡啊吽娑哈，嗡啊吽娑哈，嗡啊吽娑哈。众弟子一心奉请，南无根本传承上师圣尊莲生活佛，南无大拜莲花童子，南无华光自在佛，南无真佛宗历代传承祖师，一心奉请护摩祖尊，南无红财神，一心奉请护摩祖尊，南无红财神，一心奉请护摩祖尊，南无红财神，南无无极瑶池金木大天尊，南无五方五佛，真佛宗八大本尊，大威德金刚，不动明王，四大天王，四马菩萨，彩虹雷藏寺诸佛菩萨，
彩虹雷藏寺金刚明王殿金刚护法神众真佛密院坛城诸佛菩萨西雅图雷藏寺坛城诸佛菩萨南山雅舍坛城诸佛菩萨彩虹雷藏寺山神土地神苗架神风神水神火天神龙神十方空行护法神众城隍进驻放光加持此次护摩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诸佛嗡阿吽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二拜诸菩萨嗡阿吽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三拜诸护法金刚嗡阿吽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四平等一起手大曼达供养受戒供养受印观想供品变化无量无边布满虚空上供根本传承上师历代传承祖师护摩祖尊红财神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金刚护法空行龙天诸天神众下师六道众生念供养赞及供养咒须弥四周并日月化诸珍宝供养佛种种珍奇诸功德消业速速正菩提嗡萨尔瓦达达嘎达伊达木咕噜娜娜面扎那坎尼尼耶达密做是归观想观想根本传承上师历代传承祖师一切诸佛法宝僧宝结合起来成为大白光给自己灌顶念四皈依咒南无格罗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格罗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格罗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做辟教护身受戒金刚合掌手印念金刚手菩萨真言七遍嗡波如兰遮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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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转诸名加持
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金刚灵树结界加持报名表格护摩木及贡品。请大家起立恭敬合掌，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金刚棒开炉结界，点起护摩火供品下炉，演化西灾祈福增益敬爱超度手印，与会大众唱诵护摩主尊红财神心咒。
Oh.
Oh.
巴迪耶索哈，哦，嘎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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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迪耶索。此八大本尊心咒及念佛：唵阿弥陀佛，唵嘛呢呗咪吽，唵本那摩林哆林娑哈，唵哈哈哈维什么耶娑哈，唵哲里主里准提娑哈，唵准巴拉查楞查拉耶娑哈，唵阿吽贝扎咕噜贝玛悉地吽瑟，唵阿吽咕噜贝阿诃萨萨玛哈连声悉地吽。迪亚他唵贝卡兹亚贝卡兹亚玛哈贝卡兹亚拉扎萨摩伽德娑哈，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请大家起念请佛注释起愿文：具得妙善圣尊秘密主，十方世界佛刹成数佛，大悲有情海会众菩萨，护教金刚空行前顶礼，世间三毒炽盛夜漫漫，身心摧折轮回苦无休，圣尊明念降生度迷情，三宝御世微光护群生，人天福田所依金刚身，受戒传法灌顶次西地，佛子祈请注释转法轮，利乐无量无尽众生界。回向：愿同念佛者同生极乐国，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见佛了生死，如佛度一切。真佛宗众弟子一心祈愿护摩主尊、藏密资粮主弘财神，以象鼻的大法力加持护佑圣尊，体魄强健永安康，神清气爽恒自在，正财法财与恒财，财福绵绵无止境，善缘顺境常围绕，幸福满满乐逍遥，长寿安住于世间，弘法立身转法轮，祈愿加持师母病业退散百病消，清净心安气和顺，身体健康易开怀。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做总回向。
一心静矣。藏地资粮主，噶拉巴地，一心静矣。藏地资粮主，噶拉巴地，一心静矣。藏地资粮主，噶拉巴地。祈请加持，以念珠加持修法成就，以罗卜增长资粮，以罗卜叶增多财库，祈请噶拉巴地以斧头降服一切魔业，祈请噶拉巴地耶本地至上接引幽冥众往生清净佛国，祈请加持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事业兴盛，财运丰来。嗡，贝扎，噶拉达耶，天罗神，赛罗神，人离难，难离身，一切灾殃化为尘。愿所祈求，满众生愿。加持瘟疫退散，病毒退散，灾难退散，恶运退散，地水火风战火退散，一切恶缘退散，恶念退散。问共念三遍百字明咒，
Om Beja Sato Samaya Manupanaya Beja Sato Denupadicha Jejo Mipawa Soto Kayu Mipawa Sopo Kayu Mipawa Anulato Mipawa Sarwa Siddhi Mipulayacha Sawa Kama Sutta Me Jitamu Sriyan Guru H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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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hagavan Sawa Tata Gata Beja Mami Mencha Beja Bawa Mahasamaya Sato Ahom Pei Om Beja Sato Samaya Manupanaya Beja Sato Denupadicha Jejo Mipawa Soto Kayu Mipawa Sopo Kayu Mipawa Anulato Mipawa Sarwa Siddhi Mipulayacha Sawa Kama Sutta Me Jitamu Sriyan Guru H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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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hagavan Sawa Tata Gata Beja Mami Mencha Beja Bawa Mahasamaya Sato Ahom Pei Om Beja Sato Samaya Manupanaya Beja Sato Denupadicha Jejo Mipawa Soto Kayu Mipawa Sopo Kayu Mipawa Anurato Mipawa Sawa Siddhi Mipulayacha Sawa Kama Sutta Me Jitamu Sriyan Guru H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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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hagavan Sarwa Tata Gata Beja Mami Mencha Beja Bawa Mahasamaya Sato Ahom Pei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诸佛。Om Ahom 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二拜诸菩萨。Om Ahom 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三拜诸护法金刚。Om Ahom 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是平等一起手。念圆满咒 Om Brim Om Brim Om Brim Om Mani Padme Hum，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根本上师法王圣尊莲生活佛主坛红财神护摩法会，请大家恭敬合掌，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做宝贵的法语开示。我们敬礼传承祖师，敬礼了明和尚，敬礼萨迦正空上师，敬礼十六世大宝法王卡玛巴，敬礼图登达尔吉上师，我们敬礼坛城三宝，敬礼今天护摩的祖尊嘎拉巴蒂红财神。孙悟丹真嘎座图登是地图登卡玛，各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堂主及各位同门，还有网络上的同门，大家午安，大家好。你好，大家好。心照感恩。I stayed。想让你。Hola amigo。Te quiero mucho。Scoring。一番気持ちいい準備ヤーピープリプリンこんにちは。現在通知大家，下個禮拜天2月4日下午3点 PM 是虎陀金刚的护摩法会。虎陀金刚他是瑶池金母的
啊化身啊瑶池金母的化身。咒语是 Om 金母悉地 Hom Hom Pay。 他的手印呢、啊，就跟老虎的头一样分开来，就虎头，虎头，虎头金刚。这一尊是瑶池金母的愤怒身，瑶池金母的愤怒身。那么瑶池金母呢，是师尊的启发本尊，就是本尊，第一个本尊。我讲过，没有瑶池金母，就没有卢师尊；没有卢师尊，就没有真佛宗；没有真佛宗呢，也就没有大家了，都没有了。就是他的愤怒身，啊，法力非常的大。可以降服一切的。然后手上有一个令旗，这个令旗可以做任何的事情。我现在不管你们要不要阻起，因为讲太多了，所以这次不讲，看看效果如何。我们呢，今天是做那个嘎拉巴底啊，红财神。他的印在印度，他就是甘雨，是西瓦，西瓦的儿子，西瓦的儿子。刚刚有提到，他拿着斧头，那是可以做降服用的。还有萝卜的叶子，那是在数你的财库，可以数你的财库。萝卜是增加资粮的。另外手上还拿着念珠，可以帮助你的修行。他脚底下是兔宝鼠，有两个说法。一个说法是以金刚杵，杵嘎拉巴底的顶，那兔宝鼠它就会吐出所有的金银财宝。那么也可以这样子，也有这样子说法，好像以金刚杵杵红财神的顶，他的鼻子就会吐出金银财宝。这是两种说法。那这一尊的来历，我在过去我已经讲过了。另外还有大圣欢喜天，这个故事我也讲过了，大圣欢喜天啊，这个天我也讲过了。最近有没有人，有没有人中头奖的？没有人会举手的，因为举手的话、哦、
大家都会跟他借钱。中头奖的不能讲，但是可以跟师尊讲，啊，跟师尊讲，啊，记得也要供养，这是最重要的。有一件事，这个莲子上师有来吗？好，麦克风拿给莲子上师。让他讲一件中头奖的事。好，师尊好。有一位同门在澳洲，然后他这个求师尊加持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他身体的事情。那这个师尊帮他加持这个信件以后，当天他在澳洲买澳洲的那个奖，然后中了头奖。啊，师尊是加持他的身体，他的问题，结果他那一天中了头奖。好啦，有人中头奖，是澳大利亚的弟子。为什么没有在西雅图？不过刚刚我确实是看到很多的 100 US dollar 从空中飘下来，非常多的。它多到多少呢？我们这个护摩岛宝殿都没有办法装得下。所以主持的有福了，主持的有福了。我是确实看到很多 100 US dollar 飘下来，然后一捆一捆的这样子积满整个护摩宝殿，这么多的财富要赐给你们，你们如果没有主起呀，回家抱枕头吧，把枕头都哭湿了。这是真实见哦。你看我在加持澳大利亚的那一位同门的时候，他那一天在加持那一天，他去买彩券，澳大利亚的彩券，他中头奖。那今天讲这句话，就是说，师尊看到了很多 US dollar、100 dollar 这样子下降，飘下来的，然后结成一捆一捆，这样子积满整个护摩宝殿。这个不要的，可以回去很坦然的过日子。要的，你主起的，你就去 test， 就可以去 test。我们生活中是中奖中，中奖，确实中奖嘛，不是假的。
我都有证人的，莲池上师就是证人了。啊，莲池上师是因为那个澳大利亚的弟子拜托他，拿来给师尊加持，就在加持那一天，他去买彩券，他是中头奖。是很确实的事情的。那今天又看到那么多的 US dollar， 那应该是在美国中奖的。那就看看你们的运气了，我是不会买彩券的。这个财运很奇怪的东西，我一生都没有中过奖，我一生都没有中过奖，但是我比中奖还要好。我是心想事成，我是心想事成。师母是比较有财运的，师母是比较有财，有财运的他就有财运，没有财运的就没有财运。师母比较有财运，我是没有的，我是没有偏财，但是呢，我有一种力量，就心想事成。所以心不能乱想。啊，今天在没有说法开始之前，因为有人生日吧，给他唱一条歌。老师昨天已经讲过，对不对？说 Happy Birthday。那干脆今天就唱一下吧。是那嘛，有人打问，查米有查干。是那嘛，得办查有梦，只打干多阿干。是那嘛，得沙得拉。西哈生多沙，是那嘛的班沙乌木，丹塔阿吉呀，是那嘛乌郎达文，生日快乐。那还没有说法以前，我先讲一下。啊，今天这个莲池上师，他在吃午餐的时候问了我几个问题，这几个问题呀，都跟理念，跟我的理念有关系的。我修行到现在，再过几天就80岁了。80岁，八旬老身，你修行到底修得如何？我有几个理念想跟大家讲。第一个，我觉得众生跟我，我跟众生是一体的。这是我第一个修行的理念。一体的是怎么回事？
就是说，你如果你伤害了众生，就等于伤害了自己。所以我很强调啊，我强调不是强盗。千万不要去伤害众生，我修行我的理念，不管你用言语、语言、文字，这个都是伤害哦。讲话或者用文字或者画画都不可以，不是是去杀生，杀生那个罪业更重了啊，杀人罪业更重了，除非你去当兵，那国家征召的你没有办法，不可以杀生、杀人跟所有的生物。这个重要的一点，你跟众生是一体的，所以我发了一个愿嘛，我绝对不会告人，无论谁诽谤我，你不是很委屈吗？人家骂你、诽谤你、羞辱你，甚至打你，你都可以不告人家吗？我不会告人家，因为你修到这个时候，你就是众生，众生就是你，一体的。你心中只有慈悲喜舍，所以伤害人是不对的，伤害人等于是砍下自己的手指头，要记得我修行的理念，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我修行的理念，我把这一生的生命一切行为跟我的生命完全供养给自己的本尊，这个就是戒律。你把你自己的行为跟你的生命都全部供养给自己的本尊，供养给瑶池金母，供养给阿弥陀佛，供养给地藏菩萨，全数供养，没有保留，全数供养。你只要守这一条，我把我的生命跟行为全部供养给你自己的本尊的这一种守这一条戒律呀，就等于守了所有的戒律。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
啊，不养酒，不养酒，都有了。我在餐桌上还讲，在我最后的几年，我会吃素。我连死掉的生命，我也不要。我会吃素。我以前刚开始修行就吃素，最后还是吃素。可以，不会贪。不会起贪念，没有，没有什么贪念，没有。因为我自己知道，无所得。我在餐桌上讲的，没有一个东西是你能够得到的。在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东西是你能够拿到手，而且放在你手上永远得到的东西，没有。包括你自己的身体，你在这世界上得不到什么。这是我的理念啊，无所得。就是无何有，你什么都没有的。你以为有妻子，离婚了你就没有了。妻子也不是你的，孩子也不是你的，孙子也不是你的。你自己都不是你的，无何有？这是我的理念。另外，我告诉大家，无所属。啊，现在大家都是真火宗的弟子。啊，属于真火宗，啊，师尊是真火宗的创办人，哇，这个很好，创办了一个宗派，无所属，真火宗只是一个名字，有缘大家聚在一起，没有缘就散了，你以为真火宗能够多久啊？千千万万年呐、啊，千千万万年呐、啊，永远都有真火宗啊。那只是一个缘呐、啊，有缘大家聚在一起，就是初步拉斯库。缘没有了，就没有了。什么叫无所属呢？我不属于谁。这个我都没有了，我还属于谁呢？所以很多这个采访记者问我：“啊，你对真火宗将来有什么期望啊？你将来你要盖多少这个雷藏寺啊？将来你要弘扬要度多少众生啊？”我跟他讲，我从来没有期盼过。无所盼，这就是我的理念。我对我的未来没有什么盼望，不是说没有什么希望了，这个没有希望就完了啊，其实也完了，其实也是玩的差不多了。
什么事情都不是你能够主宰的。你对将来你还有期盼吗？没有，就无所盼，无所属。我不属于真和宗，只是一个名字，有缘大家聚在底下啊，跟着修行，其他什么都没有。人家要我的东西我可以给他，这个本来这个戒指很亮的，那个本来是给莲池上师的，我是脱下来要给他，脱下来啊，给他要给他的，他没有上来拿，结果还是回到自己手上。这个表很贵，飘泪是很贵的表，真的是很贵。我为什么没有给他呢？我是因为这个表的主人啊，这次可能法会会来，应该会来，应该会来。他有讲说他要来，我要挂给他看。表的主人，送的主人，他会来。其实我什么东西都没有，这是一个越南的弟子送的红宝石的戒指，越南的弟子。这是一个卖金的，做黄金生意的弟子送的一个金的锁链。你们以为啊，师尊也有买过东西吗？没有，我的内裤是 Morgan 送的，他买了好多内裤给我，最初买的时候买很大，那个内裤啊，他不知道我的尺寸，随便买内裤给我。我这个内裤大概是属于这个 American citizen， 美国人 American people， 他穿的那个很大的内裤。当初买的内裤，我说太大了，这个送给 Andy 穿刚好，我的女婿啊穿可以，他送给我，最后尺寸送对了，他买了好多，我内裤穿不完，内裤都是人家送的。我有哪件东西不是人家送的啊？劳斯莱斯车、玛莎拉蒂是韩丽娃师姐送的啊。她最近跟我讲，玛莎拉蒂已经开了差不多十年了，差不多十年了，要不要换一部啊？她又换一部给我，我想到啊，玛莎拉蒂，换一部法拉利，兰博基尼啊，兰博基尼法拉利。师母说你那么老了开那么快车干什么？换一部吧，电动车啊，电动车现在正在流行，电动车的劳斯莱斯，有一部汽油车的劳斯莱斯，又有一部电动车的劳斯莱斯。但是我不敢，为什么呢？劳斯莱斯开到哪里大家都认得啊，我没有什么秘密啊，我个人也有一点点小小的稀客。劳斯莱斯不能一开出去只有这一步，你一定在那里
开到哪里，你一定在那里。买一部电动的，看看有没有雷萨斯的电动车，有吗？哈，日本车也很好，换一个雷萨斯 ，Infinity 也可以，雷萨斯也可以了。都是我的东西，都是人家送的，人家送我，我也可以送人。莲漪上师呢，在这里吗？啊，你执行雷上师，师尊送你多少？六万多，六万多少了一点呢、啊？好，请坐。送了六万多，六万多台币呀、啊。六万多马币呀、啊，还这么少啊？哎，太少了吧？以后再送多一点。哎，我记得送给人家好像，我送给那个。这国际诊所，还有建安疗养院，那是他给他二十几万美金，送给尼泊尔的地震，也送了很多这个救灾救难的，这个送的。这都不是我的，将来都要送人的。哎，刚刚不应该问你多少钱，六万马币很少的，六万马币很少。在马来西亚算很多吗？算多。六万多马币在马来西亚算很多啊。哦，好。这样还安心一点，不然我觉得是实在是太少了。嗯，师尊家很老实。对呀、啊，我还要送给谁呀、啊？不要，还是不要讲，因为讲出来。很多的雷藏寺啊，师尊，你送给那个华光雷藏寺跟曾和罗将近400万加币送给你啊？对呀，当年不是盖起来吗？师尊买的吗？对啦，是我买的，是我盖起来的曾和罗，然后卖了以后就等于半卖半送了。半买半送，400万的加币，送给你400万的加币。那两栋房子。两栋房子，400万的加币。还有呢，那个。纽约雷藏寺。菩提雷藏寺，对，那都是。哎，多的没有问呢、啊。问少的不是，我不知道到底送给谁啊，不是，已经忘了那么多的。那时候啊，纽约雷藏寺，但是纽约雷藏寺的人，这个连为住持，他人很好，他是慢慢的一直在供养师尊。等于是说，当初的时候送给他100万美金，然后再借给他
100万美金，然后他有慢慢在一直在还，一直在还，可能还超过了，一直在供养师尊呢、啊，可能供养都超过了，然后再把这个钱再慢慢的再帮忙。其实当初的时候也是拿了40万美金帮忙加州的这个微光雷藏寺。啊，加州的微光也大，那是40万美金，都是众生的。我的也就是众生的，没有一个东西是我的，所以我不需要留什么东西。将来我老了，什么东西都可以送人。什么东西都可以送，这个也就是所谓无所谓、无所得、无所办、无所盼、无所属、无何有，这个就是我的理念。另外我觉得苦跟乐是一样的，苦乐一如，一切都是完美的。我在这个娑婆世界，来到这个娑婆世界，受了很多的苦，我觉得那个都是对我好的，都是完美的。心里不能有一点点的埋怨，一点点都不可以，连一丝丝的埋怨都不可以，不可以有。对所有的众生要感恩，要感恩，因为你本来就什么都没有，你有这些，你应该要感恩呐。人家来，好像诽谤你，那是在考验你呀、啊，祝你成就，是给你祝福，应该感恩。人家埋怨你，你也应该感恩，那就是在祝福你成就。人家讲你不对，你就要改过，应该感恩。不可以有吃醋、嫉妒的心，什么都不可以有。最重要的，我对于将来毫无所盼，怎么走我已经跟本尊相应了，一切怎么走从来不去想，未来从来不去想。这就是我修行，我还没有讲完，但是你如果讲再讲下去的话，今天就什么都不要讲，什么话都不要讲了。没关系，这个跟所以我的苦乐都是最完美的。所以我有一句话，我这一生啊都是最完美的安排。
苦就是磨练你，乐也不要贪，一切就是华而本然，到最后本相如如，就是这样子。重点就是在这里，《维摩诘经》里面讲的本相如如，以后如果想到我的理念再跟大家讲。好，马来西亚莲花一冲问的，顶礼根本上师，以下是弟子的问题：一，师尊在千艘法船的故事里有一篇标题为释迦牟尼佛放光，请上师开示以下这一段的对话。佛陀问莲生在世如何说法，师尊答对凡夫说有，对二圣说无，对菩萨说幻有，对一圣说空。我的理解是这样子的，对凡夫说有，先与欲勾之，譬如贪财的学财神法；对二圣说无，就是小圣三法印里面的诸行无常；对菩萨说幻有，就是不生不灭，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对一圣对大圣说空，圆满的真如佛性，请师尊对此开示并讲解。我告诉大家啊，我刚刚所讲的几乎就是回答他所问的。对凡夫所有，先以欲勾之，譬如财神法；对二圣说有，就是小圣说无；对二圣说无，是三法印里的诸行无常，主要是教导小圣；对菩萨说幻有，是不生不灭，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但是呢，你还是要度众生；对大圣说空，就是华而本然。这个是莲花一冲的，他自问也自答。第二，佛陀问如何是佛法大义，师尊答双印。请问师尊，双印是悲之双印吗？有一个说法是最深奥的，慈悲是智慧，最深奥的智慧是慈悲，是这个意思吗？我告诉你，这个双印当然可以讲是悲之双印，也可以讲是智慧跟方便双印。方便就是度众生，智慧就是华而本然。这就是双印啊，这是佛陀问如何是佛法大义，师尊的回答双印就是这个意思。慈悲跟智慧双印，慈悲就是方便度众生，智就是华而本然，就是本智。本智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根本智，根本的智慧，跟慈悲度众生双印。第三，他问题：佛教有十法界之说，请问师尊，瑶池金母、东王公在十法界是属于哪个界？
还是道家，并没有在十法界之说呢？感谢师尊解答。Om Mani Padme Hum， 我告诉你，我不是统一教。当然，韩国这文先民他创立统一教，他创立统一教，师尊本身有信过基督教，现在还是把耶稣当成咕噜。那现在我信佛教，当然我也经过道教啊，道教就是中国本身的原来的宗教，道教。所谓道教的这个五个，东方是木工，西方是金母，中央是黄老，北方是水晶，南方是火德，东南西北中。佛教有五方佛，道教有五老，就是木工、金母、黄老、水晶、火德，就是道教的五老。所谓佛教的十法界，当初佛说十法界，就是四圣六凡十法界。我告诉大家，我所知道的，如果要统称来讲，是至善，我称为至善，穆斯林称为上主，犹太教或者是天主教、基督教都称为上帝，耶和华上帝。这个东正教也是天主教，天主教跟东正教，一个是东方教会，一个是西方教会。犹太教，那么穆斯林是根据穆罕默德的时候，他就知道犹太教，知道基督教。所以在这个古兰经里面，他就写到摩西，也写到耶稣。在古兰经里面，他就有提到，提到了穆罕默德，他就在穆斯林里面，他有提到摩西，也提到了耶稣基督。我是这样子认为，因为众生有多种的众生，所以显现至上，显现了所有的先知来度众生。像你看，像印度，他们原来的宗教就是印度教，布拉玛大梵天，西瓦大自在天，韦斯奴偏净天。印度教里面讲，韦斯奴的第九个化身就是释迦牟尼佛，这是印度教的说法。我告诉大家，所有的先知，所有的很多的圣贤，全部至上所化的。耶稣、穆罕默德、另外上帝、释迦牟尼，全部都是至上所化的。都是华而本来，为了度化不同的众生，显化不同的先知。
所以他问的像道教他有元始天尊，有三个上清中清下清，或者是他们讲的太清，太清啊，元始天尊、通天教主、灵宝天尊，这三上面还有红军，上面还有红军啊，各种说法很多的，很多的红军，另外还有三清、玉清、太清、上清，这三清就是那个元始天尊、灵宝天尊跟这个太上老君啊，太上老君三清。那么瑶池金母跟东王宫在十法界是属于哪一个界？那就是等于佛的五老，佛的五方佛，因为在道家他五方嘛，东方木工、西方金木、中央房老、北方水晶、南方火德，就是道教的五老。那么要是金母跟东王宫的木工，他应该是属于五佛的地位，五佛的地位，我是这样子回答的，回答这个莲花一冲啊。我不是统一教，但是至上，我称为至上，至上，他没有什么名字的，那个名字没有什么意思嘛，对不对？就像我的名字也没有什么意思啊，我就称为至上，穆斯林称为上主，阿拉，上主，而有的称为上帝。耶和华，那么佛祖就是释迦牟尼佛，印度教韦斯奴就是保护神，希瓦就是大自在天，这个布拉玛就是大梵天。他以后这个维摩诘他本身就是在印度的，维摩诘本身就是印度的，所以他提到，他会提到大梵天，提到道立天。今天都没有讲笑话啊，你留着下次讲吧。4:59啊，快5点了啊，等一下还有节目呢。又舍利佛，十方世界所有诸佛菩萨悉能悉作口中而无所损。喂啊，舍利佛啊，十方世界所有的佛，因为你大家知道吗，地水火风，这个宇宙本来就地水火风组成的，我们人的身体也是地水火风，这十方世界所有的轰，像这个不可思议的解脱菩萨，他可以吸进来，吸到他的肚子里面。菩萨的身体也不，肚子也不会胀大破掉。所有的树木啊，那个，因为他那些风啊都吸到肚子里面了，所有的树木也不会被风给它吹折掉。又十方世界洁净烧蚀，我告诉你，地球会有按照佛经里面所讲的有存住坏空，到了坏界的时候，十方世界洁净，这个劫快要
完蛋的时候啊，那时候世界都有火，整个地球都是火，这个不可思议的菩萨能够将所有坏界的火全部都吸到他的肚子里面来，这个火也不伤害到这个不可思议解脱菩萨的肚子。又忆下方过恒河沙等诸佛世界，下方过恒河沙等诸佛世界，所有的佛的世界，其佛顶举着上方，过恒河沙无数世界，如同池。这个怎么念？一个金，一个是真空啊。又如此真空几一，这个是沼泽的沼吧，沼液而无所，也就是讲说它可以把下方是佛的世界拿着所有的佛土呢，这个不可思议的菩萨解脱菩萨把它拿起来，就像拿着一片树叶一样，也不觉得有什么困难，不觉得有什么困难，就把佛土就拿起来，这个就是大神通嘛，不可思议的解脱神通，可以把所有的水，所以这个禅宗里面所有谈到一口吸尽三江水，怎么回事？一个口它可以把三江水都吸完，这个不可思议的解脱菩萨他把四大海水都可以吸到他的肚子里面，肚子也不会胀，他把这个坏界的整个地球的火全部吸到他的肚子里面，他火也不会烧到他的肚子啊，也没有损害啊，他把一个火土拿起来就像拿一片叶子一样啊，是维摩诘讲的，不是我讲的，是维摩诘讲的，他那么厉害啊。哇，真的一下子我就把这一段讲完了。他又讲了，五点零四分可以讲到五点半吗？都没有讲笑话哎。又舍利佛，诸不可思议解脱菩萨，能以神通现作佛身。我告诉你啊，不可思议解脱菩萨，他可以变成佛啊，可以变成必知佛身呐、啊，可以变成阿罗汉呐、啊，可以变成帝师身呐、啊。帝师就是三十三天的刀立天王啊，帝师身呐、啊。或现黄王身呢、啊，大黄天王，他可以变成大黄天王，可以变成现世主身。什么现世主身？我告诉你啊，耶稣就是主耶稣啊，就是现世主啊，他可以变成耶稣啊，怎么不能变成耶稣呢？不可思议解脱菩萨，他也可以变成耶稣啊，变成现世的主身。或现转轮王身，阎罗王，转轮王，阎罗王，或者是国王，又称为国王，他可以变成国王。那把都盖住了，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上中下皆能变令作成佛声，我告诉你，他可以把十方世界人讲的声音啊，
都变成活在讲的声音，他可以变出，可以演出无常、苦、空、无我的声音，他可以讲苦、空、无常、无我，即十方诸佛所说种种之法，皆在其中，普令得闻，让所有的众生都听到。所有的佛所总讲的种种的法都在其中，都让他们听到。舍利佛，我今略说菩萨不可思议解脱之力，若广说则穷界不尽。维摩诘跟舍利佛讲，我今天讲的不可思议的解脱菩萨，讲也讲不完，就是把一届的时间来讲不可思议解脱菩萨，讲也讲不完。然后我现在告诉大家，有没有这回事？我举几个我们可以听得到的，这个昨天晚上我提到韩语，韩语，你站起来，你有听到佛跟你说法吗？好，麦克风拿给他。常常听到。常常听到佛跟你说法。对。好，有一个证明了。佛经常跟他说法，啊，昨天讲的，还有一个谁？洪树清，洪树清呢？啊，口罩，你还戴着口罩？佛有没有跟你说法？有，好，两个证明了，一个有，一个想常常。佛有跟你说法吗？有，嗯，每天。每天。对。哦，好。常常每天。好啦，那个年习。佛有没有跟你说法？有，是真，时时刻刻都会有。好，时时刻刻，哦，比我还厉害。还有年宴呢？经常都会听到时人说法。经常，好，那你请坐。一个经常，一个时时，一个每天，一个常常。还有莲池呢？莲池呢？哦，用点播的，是，哦，点播跟你讲，嗯，他就是很简短的讲一下，那我就知道了。OK。师尊不用讲很多，我就明白。就是，啊，你就清楚明白。OK， 好。事实证明。很多人都听到佛菩萨说法，你们有谁愿意啊举手说你也听到佛菩萨说法的？啊，请那位
现在在喝茶的那位站起来。喝茶的，哎，就是戴个眼镜，你不要看别人。拿麦克风给他。拿麦克风给他。好，请你站起来。啊，你有听到活菩萨跟你说话吗？就是这个叫活菩萨。就是观世音嘛。啊，没关系，让他讲，让他讲，你不要阻止他。好，你站起来讲，你站起来讲，没关系。好吧。我麦克风故意要拿给你的。啊？他不敢讲啊。我也不知道啊。我说这是龙啊。你说什么？他把麦克风传给别人。我告诉你啊，在我的眼睛里面，在我的眼中啊，你们从来不知道的，那一位戴着眼镜胖胖的，我叫他站起来讲话的，他是来娑婆世界转一界，转这一世，然后转完了他回去可以不用再来。他本身啊，就是讲出来了，他就是也没有什么，你看他的行为，他本身没有这个伤害，对众生无害，他不会造业，他主要来这娑婆世界不是要造业，不是要造业，是要来立这个劫，他要来转这个劫，他没有造业，他后来他又可以回去，回去以后他可以不用再来。他一切好像没有特别的心思，没有，这是我的观察，他没有特别的心思，他没有害人的心，没有去强迫人的心，没有这种不好的思想，好像就是像游戏一样 just play， 在这个娑婆世界他是在游戏，游戏过了他又回去，可以不用再来，他必须要转这一界。好了，不用再多讲了。Om Mani Padme Hum。非常感谢根本上师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宝贵的法语开示。请大家把各自坐的椅子叠好，放在两旁，有靠背的椅子放在椅架上。啊，请大家要注意小心周边的师兄师姐们哈。现在我们恭请师尊带领大家顶礼坛城。
顶礼坛城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诸佛。Om Ah Hom， 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二拜诸菩萨。Om Ah Hom， 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三拜诸护法金刚。Om Ah Hom， 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四平等一起手。恭请世尊接受众线上的众弟子问安。身体健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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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湾再见到苏哥，可以在台湾看到师尊，谢谢师尊，谢谢众线上的同门，下周见，谢谢师尊，谢谢众线上的同门，身体健康，注意保重，身体健康，祝健康平安，新年快乐。谢谢
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赐受红财神法灌顶，还有皈依灌顶。
工同门，你们来接受灌顶，还没有接受灌顶的义工同门。